鹿港景福社区嘛，同款来举办庆端阳的活动，准备了真地甲传统工艺香联，送予社区的民众，甲大家做伙欢度五日节。另外，鹿港镇长柯志宏嘛，特别前往社区来登录，并且带了香香来送予大家。志工无用制作这新式真地，准备送予参与的民众。庆祝五日节，鹿港景福社区特别举办庆端阳的活动。除了将传统的煎蛋改良成更符合现代口味的煎蛋以外，也赠送传统的香料，会当让民众来挂。今天是咱景福社区所举办的鹿港庆端阳活动，啊，为着办这个活动呢，就是要来让咱黎明啊有一个互动热络，啊有咱庆端阳的气息，啊来大家来联络一下感情，啊让伊安尼和乐融融。啊，咱社区呢，这次也有提供到咱这個香莲，这是咱早期60年代较早的香包啦，啊来提供给黎明，啊这是虎爷相连，安尼来有庇佑、辟邪、平安。镇长柯志宏是特别前来甲大家同乐，而且马上大家香香，祝大家五日节快乐。啊，这今年呢，咱公司啊，咱鹿港啊，这个端午节啊，是咱在地一个这民俗一个美食，也当讲这个美食吼，啊也当讲给大家来享用，啊食来安尼平安。啊，其他吼，志宏吼，嘛再来讲吼，这香包，啊来送给吼我们在场社区的所有吼，社区的在许多，啊能够吼，我们来这端午佳节，也当讲吼，度过吼一个愉快的佳节。社区希望透过庆端阳的活动，除了祝大家五日节快乐以外，嘛借助联系大家感情，增进居民之间的凝聚力。新竹华新闻蔡良先鹿港采访报道。